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不该瞒你们。其实，孩子的爸早些年就不在了，他得了癌症，我伺候了他4年，可他还是走了。我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他也成家。 立了业，我还有了个小孙子，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可是去年我儿子出了车祸，当场就没命了。 好了好了，没事，别哭，大姑，别哭了啊。那后来呢？后来，我把赔偿金都给了儿媳妇儿，可她把我撵出来了。 简直是个畜生！不怪他，他一个人拉着孩子不容易，我不能赖到那儿，影响他改嫁呀。后来到亲戚那住了一段，也觉得不合适，我就想着离开那个伤心之地。 听别人说大城市工作好找，我就来这里了。可是他们不要我这个年龄的，没办法，我就想着在你们家住一段时间，等我找到了工作我就走。可是现在。 我没法在这儿住了，你们让我走吧！哎，大姑，你上哪儿啊？大姑，好大，大姑，你别，你给我站着！他不走，你也不许走，你得替我看着这个女人。 上次啊，心情不好，挺不好意思的。没关系，我不介意。房子的事情您考虑的怎么样了？这次来啊，是要通知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不，有人啊要买我手里的房子了。你也知道，我不是急需用钱嘛。这次让你来呢，就是通知你一下，这个房子要易主了。 您真的想卖掉房子？哎呀，说实话，我不愿意。可我现在需要用钱套现的。据我所知，您的女儿和太太都在国外，他们开销很大。您这么做呢，我也能理解。您也是在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不过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您不用卖掉房子，用我们企业的固定资产做抵押，帮您的太太和女儿申请移民，您看怎么样？哎，这也是一个办法呀！要是这样的话，我可以不涨房租。对啊，这样对咱们双方都有好处，一来呢，您能保住您的房子，二来呢，我们企业也没有这么大的压力。 好，行，要不这样，我回去啊，跟我的太太商量一下。好，我等您的答复。
哎，好，来来来，喝咖啡。哎，刚才你们的客户王总给我打电话了，对你们的方案非常满意，让你们继续做下去，还说啊，他们公司今后的宣传片。 全交给我来做。高翔，这次你可例来大功了啊！项目完成之后，公司给你包个大红包。陈总，要是真的包个大红包的话，这个红包啊，应该给张威。这整个策划案子呢，我是一眼都没看，真的，包括开会还有那个 PPT 的演示。 都是张威去的，所以最大的功臣是张威。张威，这是你一个人做的吗？不是，哪有，是高总点拨的好。啊，跟陈总说的一样，跟高总合作《圣都十年书》。哼，看来你们这蓝精灵和格格巫合作的还蛮愉快的。 还能有谁？小江呗。他要是知道，这全世界都知道。哎呀！喂，你好，哪位？我是李思静的未婚妻，陈佳子。我说，佳子小姐，不瞒你说，我之所以需要用钱呢。 哎呀，那都是为了我的女儿。现在李总那边提出可以帮我移民了，我这边的问题解决呢，也就没那么需要用钱了，所以这个房子我不想卖了。刘先生，没有人会嫌钱多的。我出的价格一定比市场价高出很多倍。李思静能办到的事儿，我能办到。 李思静做不到的事情，我照样也能做到。你女儿去那面也只是移民，她能上起最好的学校吗？我可以帮她上起最好的学校。只要你把房子卖给我，下半年的租金我一分钱不要。你和我合作，我一定让你一本万利。哎呀，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那我闺女上学的事儿呢？包在我身上了。好，那没事儿，我先走了。哎，你找我？坐。 说吧，什么事？我想这个应该够了。你什么意思啊？我和思静哥是青梅竹马，门当户对，订婚的事情已经板上钉钉了。要不是半路杀出你这么一个第三者，我们已经在度蜜月了。陈小姐，我想你搞错了，我不是你所谓第三者，是李思静一直在纠缠我。 你的意思在说，思静哥在追求你了？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样的女人，你都多大年纪了？算了，我不想和你提他，说吧，开个价，多少钱你能离开他？可笑！张威，等等。 你以为思静哥会喜欢你这样的女人吗？在你之前，他和多少个女明星传过绯闻，你想都不敢想吧？你再看看你的年纪，
和你同龄的女人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你还在这做着爱情的美梦，你醒醒吧，赶紧找个男人嫁了。只有我才能配得上四锦哥，至于你，你都不知道被他怎么玩死的。陈小姐，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骄傲和幸福，你的骄傲是你身上那些标签和用交换这些标签的货币，而我的骄傲是我自己。麻烦你以后不要指点别人的生活。我没时间指点你的生活，没有钱哪来的骄傲？李总，声明已经出来了。你针对长义地产千金陈家子在不久前发出关于和本人李思静的订婚消息，纯属子虚乌有，今日特别发此声明澄清，如家子小姐不在短期内收回虚假消息给我造成的不利影响，本人保留下一步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可以，就这么发。你可要想清楚啊，你这样一做，既得罪了长义集团，还有陈家子的一家人，你觉得值吗？只要是为了张威，我觉得做什么都值。他在你心里就那么重要吗？人这一生中，可以喜欢很多人，也可以被很多人喜欢，但真爱只有一个。行了，我知道了，你的真爱来了，好了吧？关键，我觉得你把这个事情搞得那么大，我怕影响你的前途啊。你是怕对你的前途有影响吧？你什么意思呀？你把我安东看成什么人了？我鞍前马后的为你跑来跑去，你说我为了我自己的前途啊？我错了，我错了，你赶快去发声明。你别笑。好好，快快快快！讨厌。知道你们俩互相喜欢，我还不了解你呀，就招了吧。是啊，我承认我喜欢李思锦。乐乐，以前我觉得呢，你说像我们三十多岁的女人了，经历那么多，应该不会再为一个男人流泪，为他伤心了。以后能遇到一个男人，跟自己过着特别安定、平淡、幸福的生活就好了。可是你就是遇到这么一个人，他就是有钱，这有错吗？难道因为他有钱，你爱他就有错？薇薇，你没错，你就是想太多了。你既然爱他，你干嘛还去在乎别人怎么想？本来爱情和金钱就没一点关系。是啊。自尊都没有了，还怎么谈爱啊？你没看到当时陈家子把卡扔我脸上那个表情？当然了，我嘴上也说了，我有我的骄傲，我如何如何。但是，其实我心里挺难受的。我觉得他说的对，他跟李思静才是一个世界的人。薇薇，你今天既然能来找我说这些，就说明心里还在乎李思锦，对吗？
怎么样呢？你既然自己心里都清楚，那你干嘛不去找他呢？不管后果是怎么样，自己扛不就行了？心有灵犀啊，你不约我，我也正准备找你。说吧，什么事？你先说吧，我怕我说完了，你就没法说了。是陈家子给你打的吧？是。一段感情还没结束，怎么可以开始新的感情呢？我不知道你跟你所谓的未婚妻之前发生过什么，但在我的世界里，两个人的感情就像两根筷子，多一根或者少一根，都没法继续。微微，我纠正你一下。首先，我的感情世界并不是像你说的那样。还有，陈家的不是我未婚妻。我来是想问你，你爱我吗？这重要吗？很重要。好，我告诉你，我不爱你，我从来都没爱过你。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
咱俩就算在一起了，热情能持续多久啊？我不是一个能暂时交往的人，也接受不了暂时的交往。如果有一天你在我的生命里像泡沫一样消失了，我会崩溃的。这个是陈家子给我的卡，麻烦你还给他。请你告诉他，钱我无权使用，你我无权喜欢。爱不难，太纠缠，我和你谁都无法承担。爱太难，到一段，到最后我只爱这简单。想起人家了，到紫金店来一趟。半个小时以后我在那等你。好的，不见不散。各项性能，布什尔核电站设计装机容量为1000兆瓦，由伊朗和俄罗斯联合建设。佳子，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何方负责提供核燃料设备和妈，思静哥约我喝咖啡。大半夜喝什么咖啡？他有空约你，怎么就没空来我们家一趟？订婚宴闹出那么大的笑话，到现在他都没给我们一个正式的说法，真不像话。妈，人家思静哥那么忙，还抽出时间来跟我喝咖啡，说不定人家给我赔礼道歉。你一个女孩子家记得要矜持一点，一会儿啊看他的态度再做定夺，别总是把什么都挂在脸上。这男人啊都是一样的，要猜不透你的心思才会对你更上心。哎呦，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先走了啊。没来晚吧？咱们吃点东西，边吃边聊。佳子，哎，不用了，有几句话说完我就走。这是你给张威的卡，这是一份声明，你看一看。什么意思？我是想告诉你，以后不要再去骚扰张威，也不要再干涉我跟张威的感情。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些的吗？我不想再重复了。订婚的事情不管谁对谁错，改天我会亲自登门跟你爸妈解释，因为这本来就是个误会。锦哥，我爱你这么多年，就让你这几句话就带过了。佳子，我只能说对不起。四锦哥，四锦哥，四锦。佳子，你干什么呀？你不明白我的心意吗？你和那个女人根本不可能有未来。那我也告诉你，我一定会娶她。四金哥，陈家子，四金哥，
佳子，思静哥，佳子，你冷静点儿。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你告诉我，我哪个地方比不上他？你说呀，我哪个地方比不上他？这不是谁好谁坏的问题，是因为我根本就不爱你，够了吗？陈家子在紫金店见了面。因为我有爱人。你告诉我，我哪个地方比不上他？这不是谁好谁坏的问题，是因为我根本就不爱你，够了吗？
那边。好，谢谢。那边化验。好，谢谢。是李思进吗？你是混什么人呢？我是他朋友。哦，我们正在努力，麻烦你通知他的家人，你们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意外，擦破点皮儿，没什么，啊。那大夫怎么说？说你不行了。那个大夫是我高中同学。讨厌你们。行了，看见你这么担心我，我就算伤得再重点，我也愿意。你闭嘴。好，我闭嘴。饿坏了吧？走，带你去吃点东西。去哪儿啊？来吧。思进，证明一点，你心里有我。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有你啊？看，怎么样？好香。张嘴，小心，小心烫。怎么样？好吃。厨艺这么好啊！没办法，为了留住心爱的人，只能偷偷拜师学艺了。你说啥呀你？薇薇，我想听见你亲口对我说，你喜欢我。说什么呀？说，说喜欢我。说这话的时候怎么这么镇定啊？怎么镇定了？心怎么会跳出来？看得见？真的？哎，我也是。哎，不信你摸摸。哎，摸。你知道吗？上小学的时候啊，我就喜欢你了。没想到这一晃。过去20多年了，你怎么那么早熟啊？
早熟吗？那应该叫情窦初开吧。就是早熟。那天从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告诉自己，老天爷要给了我们一次重逢的机会，不管多难，我都不会错过。看到你在医院哭的时候，我就知道，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会陪在我身边。答应我，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们永远在一起。司机，你把我们陈家当成什么了？叔叔，阿姨，对不起，我想说的是，我确实把陈家子当成了妹妹，我不想给她造成什么误会。如果这份声明给你们带来什么困扰的话，我只能说抱歉。我不要当你妹妹，我要当你妻子。事到如今，我也不想说什么了。我只想问你，订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你搞出来的？如果是你搞出来的，你又发这样的声明，你什么意思？你是跟我们陈家有仇吗？这件事事先我一点都不知道。家子给我打电话说周末跟叔叔阿姨一起吃个饭，我想这么久没见你们，我就答应了。之后我到外地出差，没有赶回来，所以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一顿饭会变成了一个订婚仪式。佳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对，都是我搞出来，行了吧？我那天我就想那个……好了好了，别说了，让司机把话说完。所以我今天来，我觉得我有必要向你们表明我的态度。至于佳子昨天开车撞我的事情，我也并不想追究，我只希望这件事情尽快的过去。原来发生了那么多的事。那你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到现在才说这样的话？好了好了，我都听明白了，跟司机无关，是佳子太任性了。是我任性，我想嫁给我自己喜欢的人，这有错吗？你们谁关心过我呀？佳子，你干嘛这么说他呀？你还嫌他哭得不够吗？佳子，司机，你早点跟我说，我就可以阻止他了。算了，叔叔，反正这事儿也是个误会，我也很抱歉。哎，不要紧的，这件事不要放在心里就行了。烟雨潇湘那边的状况够你忙的了，虽然我帮不上什么忙，但起码我可以阻止他不要再胡闹了。谢谢叔叔的理解，回头您好好劝劝佳子吧，我先告辞了。好，那我不送了，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好。
来不及告诉你，并不想让你走，来不及找到可以原谅的理由，空荡荡这双手抓不住这借口，有句话好久好久都说不出口，爱不能太纠缠，我和你谁都无法承担，爱太难都一段，到最后我只爱这简单，不管距离相隔多遥远，闭上眼我就会想起，哦哦哦，过去想和你联络，想找得到线索，从此这世界不再有寂寞。简单。